译者翁子涵台北报道。演艺阁新专辑第二波主打《我有我自己》，找来师姐田馥甄的创作团队，打造当年她在星光大道踢馆的摇滚风格，让她开心直喊，终于可以放肆呐喊一下。不过这支 MV 却让她吃足苦头，不仅要在34度穿潮后冬装狂奔100趟，一度晕眩中暑，脚后跟也因此破皮起水泡，相当牺牲。演艺阁新歌《我有我自己》走摇滚风，华研唱片提供。MV 中演艺阁顶着34度高温，身穿厚冬装，在阳明山及白沙湾上狂奔。导演为了要让画面完美，甚至出动空拍机、职业直排轮国手摄影师跟跑拍摄，一整天14个小时下来跑了超过100趟，让演艺阁累惨，更一度脱到只剩运动内衣笑喊，实在跑太久太热了，我顾不得车上还有别人，只能脱了。演艺阁在 MV 中盯着34度高温，身穿厚冬装，华研唱片提供。事实上拍摄 MV 前他才刚从东京返台，睡不到2小时就上工，脚踩20公分恨天高的他，脚后跟磨出一大片破皮起水泡，脚指甲也断裂，脚掌还肿了4天。不过他仍努中作乐笑说，很有成就感，把一整个礼拜的分量都跑完了，超开心。演艺阁11月11日光棍节也将在台北西门红楼前广场举办签唱会，号召单身的歌迷一起到现场同乐。